妇。你看一下这张照片上的女人是不是你的母亲？您认识我妈妈？我就是照片上这个人，我就是陈可生。大家好，我叫童思季，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多多关照。童小夏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自私？好啊，我会到很遥远的地方去，永远离开你们。爷爷是董事长。童四季，你的意义是？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跟他有一些债务问题。债务问题？易先生，我一定会，我很快会把这个钱还给你的。你怎么动不动就碰到我的手啊？我觉得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，这辈子来还债的。为爱